和最佳呼叫中心的荣誉称号。是的，没错，用心服务，感动用户，是我们客户关系管理中心一直秉承的服务理念。那么接下来我们会有一个互动环节，在场的所有小伙伴们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参加哦。我问三个问题，第一个回答对的问题的宝贝会有我们的小礼品赠送。好，第一个问题是，是从下面直接叫吗？你选好吗？我们好相信你，你可以来选了，没关系，你可以来选了。我相信你。好，选几个？你告诉我。一共三个问题，每个问题选一个。第一个问题是，我们的服务时长是多久？谁举手？谁举手回答问题？你来。24小时，回答正确吗？对的，恭喜这位小姐姐。好，我们第二个问题哦。管理中心一共连续多少次获得了中国最佳呼叫中心的荣誉称号？哎，你告诉我多少？15。又正确，好厉害，好厉害！问题好厉害。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哦，我们当时管理中心的理念是什么？谁举手？谁举手？刚才两位呢？一个是你，还有一个，谁举手回答？送出我们非常好的礼物，来送两个我们盛旭今天定制的周边大礼包，怎么样？直接送啊，就是这么简单啊！来，我看哪边的手举得最高，你们在哪里？好，前面这位，你跳得真的很高啊，谢谢你！哎，这边有没有？啊，后面那个黄头发的小姐姐，好，谢谢你。好，哎，好，送完了这一轮礼物之后啊。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一款游戏，哎，厉害了！厉害了！我们要成为岛民，对不对？对呀，我们是岛民啊！我们是岛民啊！是啊，是啊！那么，要不要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 coser 们的走秀，让我们一起带进岛民的世界？好，有请 coser。而且也是一位充满着魅力的女性角色，她的技能特长呢，就是可以指挥她的剑来进行攻击。哎，没错。
哇，看到我们新职业登场遇见骑士，然后在场各位一定非常期待，到底这个职业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游戏体验呢？让我们继续期待舞台。遇见骑士复古一下，此刻正在为您展现的是来自于我们盛趣游戏展台带来的这款游戏《冒险岛 Online》。太简单，7/23。啊，答对了，7/23绝对是真实玩家哈！我好怕，我知道，我好
我要给你一个最难的题目，今天不给你第二题，来第二题，请问宠物最多能佩戴多少只？三只。答对，三只哈。OK， 来，我好慌。问一下哈，组队任务御龙魔最低需要多少人？三人。我都是啊，真的是 OK 啊，三个人。来，你的题目来了哈，最后这题难度比较大，请问武林道场需要从哪里进入？其实社区的每一款游戏都能够让他们热泪盈眶。哎，既然他们等这么久，我们是不是又到了该发礼物的时间？要发礼物，这次发什么？发你公仔吧，我们今天一上午都没有发公仔，下午直接发两个公仔好不好？保健，为什么突然间你一拿这个公仔，整个画面？